Hello， 大家好，晚安。吃饱了，刚刚吃饱。哎，大家有看 MV 吗？哦，有发现我声音很厉害哦。对啊，我发现，因为我可能站位刚好，就是镜头比较。谢谢导演。我没有抱怨，我没有抱怨。我说我叫镜头算少吗？因为我不知道。然后那时候就在找我嘛，说哦，我不知道镜头算多还是算少。然后他们都说我算多的。然后就啊，我是算多的。我因为我不知道啊，我就想说，哎，我算算少吗？因为我不知道吧。我想说，因为我做歌那东西就是在后面，虽然看得到我，但不当然不是主要 tag 我。但有个人读进，我知道，这已经非常感谢了。当初拿到剧本，就是那个台本的时候，啊，给我哎，耶，谢谢导演。其实我镜头算多，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找了找不到哎，因为就是在旁边，其实很多镜头都有 tag 到我，但是在旁边，不知道你们看不到。呵呵，哎呦，到我了。很懂。对，穿马尾哦，对，大家应该很好找吧，穿马尾，就看到哦，那个头发在那里乱飘的那个。啊，对，等一下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礼拜只会播一个小时，我等一下就要去培训。实在是没办法，我真的没有时间了，我好不容易有今天，然后这一段时间。赶快播一下，绑八马尾，什么是八马尾？哎呀，谢谢。等一下上上去看啊，对，会，哦，身体不适合。真的假的？八马尾太显眼了吧？这个很难不看哦，这个一定很好找。明天就循环播放了，希望可以冲一些点击。我写错时间吗？我看一下，不对，应该已经结束了，算了，就这样吧。哎呀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把马尾简单扎起，什么八马尾？啊有有啊，好好好，我想说我写错了吗？Hey what's up？ 对，我昨天有发，而且还更正了。因为是昨天要播，他昨天有培训，他说，哎，昨天还有别的事情，说还是改今天好了，然后我就改了今天。
That's all my love。不是在歌头的而已，怎么快认不得你？想不到涂上唇彩颇具魅力。身体好的，改时间没有，我就是想说反正都已经发了，他都会发 rumor， 然后我也发一下，顺便用在改直播时间，很刚好。反正我就直接打叉叉，他没干出来，我先打个叉叉。错误消息，大家不要相信。然后后来就删了。对，因为我平常很少六点半，对不对？大家都以为是七点半。漂亮吗？谢谢，谢谢。享受微风。跟大家说，不是有那个转圈圈那个画面，我转超多次，但是那个我不知道几次，我猜了大概十几次。我转到有一次差点跌倒，超好笑，差点跌倒就是转，然后就绊倒，超好笑的，真的很好笑。为什么我去睡了？就是休息的时间大家都一直在睡觉，真的是很累，就是随便都可以睡的那种。真的有还有人啊，不好说是谁，但是有人在地，就是直接躺在地板上睡。啊，有事是想到了。我们因为我是半夜就在吃东西嘛，就是装法，然后过在那个等待的过程中，我还有美玲、涵涵、和布丁啊，还是安忘记了，反正就一群人，然后我们就在玩牌，玩那个美玲带超大扑克牌，这么大那种，而且我一直赢哦 ，Hello。赢得什么？没有啊，我没有赌东西，就是玩好玩，打发时间用。凌晨没有啊，清晨，不是凌晨，也没有惩罚。啊，没有，我有一次玩到有一个，我们有玩很多种类型，然后有一个那个是什么？很像那种，很像大富翁，就是反正就是有钱啦，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个啊？我想一下啊，我忘记了，到底哪个可以去问美玲？反正就是有一个关于假的那个假钞，就是那模拟的那种金币，然后被我妈打的。他在楼下，打到楼上都听得到，然后我就破产，我宣布破产，退出游戏。
是啊，不然是谁？哦、有拍有啊，拍很多次啊。哦，我上礼拜吃那个风速的，好像是叫风速的。What's up？ 不止三次好不好？哪有只有三次？谁说的？谣言 rumor， 怎么可能只有三次？我们在那个科什么科教馆就已经三次了。嗯，刚才你有吃过一次，非常难过。再找一个人一起去那一次，忘掉那个记忆。嗯，风速。提示，偷偷提示，我那个照片也是在那附近拍的。我那个我不知道啊，就在他旁边那个什么，好像公园吧地方。What's up? What's up? 我不知道哎。What's up? 这样吗？这样有美食吗？到美伦公园 ，OK。对，我很厉害耶！我还想说，大家应该不记得这件衣服，然后再重穿一次。你们竟然记得？我假装这是新衣服。对啊 ，IP Walker。好像更难过，不会啊，有朋友们一起很棒啊。哈哈，顺便庆生，顺便庆生，是自己买单吗？没有，不可能，我没有那么奢侈。哦，对啊，新衣服，我之后会发文哦。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我开心的时候就会发了。已经买这个速度很厉害哦。旁边再见，让我看一下。哦，猫咪那个，对啊，这个是跟这些都是跟艺术家合作的衣服。大家有没有原本就追这些那个艺术家？是包藏水。这个我觉得蛮好看。哎呀，最近差不多可以了。对啊，我妈说她看起来好像我小时候，她说返老还童了，变小了，看起来变得很像那种国小啊，国小好像妆容吧，可能妆容的不同。我刘海怎么那么不好看？
还有这两个，我在那个暗那个就是室内那个什么暗暗的，反正暗那个地方，刘海就不怎么好看，因为比较晚拍，刘海已经崩掉了。然后一开始的科教馆刘海非常完美，对，可是，在黑的那个暗暗的地方，一开始刘海是好的。有点难哦，对对对，那个什么拍摄的那个也就是品牌方，他说他觉得我，对啊，我说这蛮适合，就是那种小男孩风格。看手机想，真的假的？我自己也看得很不习惯，说真的，但是就是蛮特别的风格。对，我看我是百变少女，好男生吧，对啊，没关系，我 OK 的，我很 free。高霜，对啊，我现在高霜已经 OK， 完全 OK， 完全 OK 的，这就是我完全可以的发型。对啊，现在衣服都没有分男女，就是很中性，而且男生也可以穿比较女性的衣服，女生也可以穿中性男性的衣服，都 OK 的，完全没有关系。嗨，我操！对，完全就是我的发型。包包头，包包头很麻烦，真的怕甩粉刺，你就甩掉了。但是我包包头，我是不真的不会怕包包头啦。有什么在挑战？完全都 OK， 只是没有用，没有绑过，但是不会畏惧。哦，妈妈也是不很，这很畏惧，这完全不行。有生之年，我已经达到很多有生之年是吧？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会帮我记得。怎么样？反正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到饱超级不值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家还是喜欢去吃吃到饱。但是我真的是吃到饱，真的是就是没有吃很多，我是很努力，真的是努力的吃，而且我选的都是那种价值不高的，因为我喜欢吃的东西就是不是那种什么那个虾，它什么虾很厉害的那个虾，然后还有生蚝，就是我完全都没有兴趣这些东西。然后我喝的酥皮牛奶，对对对，我们家的态度就是吃到饱，就是吃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就吃到自己觉得 OK 就好，就是不会吃到撑那种。
只是就觉得自己就觉得很不值。开心才值。这是天使，应该是天使虾，天使红虾是吧？哎，我妈超厉害，她是那种到吃到饱那种店，她胃就会突然这样，然后平常就这样，然后到吃到饱店，那时候自己就直接撑开来像气球那样，超厉害。对，浓汤是不是很好喝？但是我主餐的话就比较哦，就要这样子，对。对，不知道他的胃真的超厉害，超卡的。好了，跟大家分享我的堂弟。哎，他堂弟吗？啊，好了，应该是堂弟，反正就是亲戚，就是他现在他之前那时候在国小吧，还幼稚园，国小应该国小，反正他很会吃。然后每次吃东西，就是到那些都已经他，因为他很小嘛，所以胃也没有很大，但是他又很一直爱撑，然后已经吃到这里，然后他就会吃，然后继续吃，他真的是，真的是很好笑。那不对，真的是站完，他还会继续吃。真的是很好笑，但是他而且没有人叫他这样生，他就自己就是想要这样，对啊，这样生牛，但他现在没有了，以前小时候。啊，那应该是表弟，他不是你懂。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知道，对啊，很乐色好不好？吃下去，然后还吐出来，而且这样很伤喉咙，不是吗？那个嘛，胃酸什么的，像我现在胃食道逆流。可是不是妈妈那边，是爸爸那边，就是姑姑的小孩，应该是表吧，因为是不姓董。表啦，好像不姓董都是表，都是手称都是表。哎呀，你也会想到那个表，我懂你的痛苦，很痛苦哎。哦对。开头你说那个吗？对啊，那看MV，大家都看了对吧？我唱哪一句？我唱这一句，来帮你快转。
想学吗？来，我来教学。来，我来帮你调0.75倍速。慢慢来嘛，好来哦，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噔噔噔，嘿嘿，这样子，很慢了吧？大家跟着子萱学起来。这个还好啦，我们你们知道吗？我们妆法老师也学了这一段。他们就跟着说我要学前奏那个，然后就他们就会跳这个，慢慢来的跳。大家可以的，这是右手，这是左手，你们可能要自己镜像一下，我也不知道。最后低头不动，你说那个叉那个吗？好了，那就不教学了。再听一次。在最后突然一个牙齿笑得很开，我不知道为什么牙齿笑那么开。转圈的地方，哪一个转圈的地方？彩头摆上那个吗？就是那个转圈的，这有需要教吗？我第一步手教他，这一下这没有那么难，各位大家不要放弃。这样子，一，对哦，是这样的、啊，来一，就在下面，啊二，这样划过去，啊三，啊这样，四，要看哦，就是还有这样一二，然后身体要过去，啊四，五，身体往那，六，的，哎，等一下，太慢了，我都忘记什么，的勾旁边的人，二，一 ，and 二 ，and 三，这时候换了哦，你看，一 ，and 二 ，and 三，换左手在上面，好，到这里就可以了，刚开始给什么指示没有？他们说用力，用力转，一开始我就慢慢的转，他说要用力的感觉，要用力的甩出去。然后就用力的甩出去，然后就差一点跌倒。其实练其实蛮久，没有，这首歌都练蛮久的。抬头旁边哪一个动作？转圈吗？转圈，你说我 MV 里旁边又没有人，怎么打到别人？很恐怖哎、欸！好了，我们换歌，换一首。
啊，我们听这个，我还没有看呢。马尾与法圈，我还没有看，我要来看。嗯哼。沙滩上跳，哎，真厉害，好看。哒哒哒哒哒哒。好了，回到我们 Luma 吧。This is your avatar now, Jake. 嗯。哦，真的吗？哎，我没有看过，哎，日版，它就叫马尾，马尾发圈吗？
看一下哦。哦，这单板就是光脚吗？我懂为什么你会。哎，我在放 rumor 哎。但我都很懂的。超卷的，这是自然卷的，我现在自然卷很严重，因为这是我已经输过了。咚咚咚，超级咚！哦，比海边太漂亮了，神眼。好看啊，我没有啊，我好看啊，我没有说不好看，我说真的很卷。我自己选的，我要做出改变。有设计吗？他目前还没有，但是我应该会设计。牙套清洁，你做对了吗？担心因为好的改变。哎，为什么他没有
没有重播。5.8万，大家加油！希望他可以考快破十万，赶快破百万。嗯，也还好啦，就是觉得双马尾还蛮好看的，甜酷风嘛，跳酷酷的舞，绑的最甜的头发。有啊，有出的话大家一定要买哦，虽然我应该没办法宣传，但是大家一定要买哦，他没有忘记咯，大家可以，我不知道哎，那时候我应该没办法宣传。那他们不一定拿到衣服啊，你还想要设计什么？他听到音乐就会很想跳。已经洗脑成功。我已经想好颜色，但我先不跟大家说。样式吗？好难哦，不知道。设计好看的，不是设计很好看的生日气氛，大家不用担心。首先看见，哎呦，看着阿和学了很多重大消息要跟大家说，就是呢，我目前预计会在10月1号，然后发我那个20000的那个那什么20000计划，耶！大家快掌声，掌声，快点，耶！对对对，我可是熬夜通宵赶出来了，剪辑完成。唉，大家就好好期待吧。我是不是还没有说？我是还没有说的什么东西？我先不说什么东西。因为有些事情你没陪到，没关系。啊，对，跟你说，今天跟你们说，我今天只直播到7点半。三大计划呢？再说。太快了，我现在已经2.6万了，朋友们，2.6了，朋友们。不，我觉得我到时候修的那一阵子一定会下降，
那应该没了。哇塞，太神了！为什么累积在这种时候暂停还可以长那么好看？为什么不公平？太扯了吧！我刚随便暂停一下，这个累积超漂亮哎，然后在后面，算了，我是按 play 好了，换一下，换一下啊！好了，没有我了，我按掉了。哎，太好看了，随便暂停都可以这么好看，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好，那我们先说啊，我是不是还没有跟大家说是什么东西？还是大家回我了吗？看一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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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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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还没有说对不对？还没有说对不对？那大家就慢慢期待吧，好好期待吧。我之后会发预告片哦，我也预告片也剪好了哟，是不是很厉害？好，没事。好，对对，我有提示自创曲相关的，嗯，大制作，但就是。没有什么资金的大制作，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没有，我没有什么时间，我每天都很赶，然后做这些东西这样子。好，我晚点忙，等一下。东岛，对，东岛。哼哼，哎，他差不多知道什么东西了，但我先不说，我就不回答，我就不想说。没有高规格，他好像给大家太期待，然后到时候大家失望怎么办？可是失望也没有办法，大家一定要好好帮我宣传，因为这花我太多时间，大家一定要好好宣传他。我的那个企划就交给大家了。十月一号前就会知道什么东西，因为我会发预告。我在想，我要十天前预告，还是三天前预告，还是五天前预告？我还在思考。嗯，好吧，让我慢慢想。嗯，很好。哈哈哈哈哈哈！每天倒数想太多了。没有每天倒数这个福利哦，大家想太多了哦。我今天倒水太累了吧？要多少张照片啊？超大制作感觉，那也没有那么大制作哎。好，等一下，我们要念榜了，等一下来不及了。好。恭喜今天第十名是安莎克拉卡，恭喜安莎克拉卡是第十名。再是第九名的雪在巴，恭喜雪在巴你是第九名。再是第八名的沙鲁，恭喜沙鲁你是第八名。再是第七名的，缺钱，好，恭喜你是第七名。再是第六名的阿贤，恭喜阿贤你是第六名。再是第五名的赵恩，恭喜赵恩，你是第五名。再是第四名的幻影战士，哇，我看到你的照片了，是我呢，恭喜你，你是第四名。再是第三名的笑笑，恭喜笑笑，你是第三名。再来呢，恭喜第二名的阿和，恭喜你，你是第二名。最后呢，恭喜今天的第一名扣三，恭喜扣三，你是第一名。好，我们从赵恩开始。指定动作，可以指定动作，赵恩。还没有拜拜，大家不要跟我拜拜。手指爱心，在干嘛？OK。
赶时间也没有了，还有时间啦。再来是潇潇，用一切，而且还一定要一个小时，还有时速，我也不能提早走。是一个小时还是半小时啊？忘记了。哎呦，等一下，对不起啊，我是漏了一个人，对不对？对不起，因为上次，对不起，再一次跟你下跪，对不起 ，I'm very sorry， 指定手指碰下巴想东西，这样吗？这样还是这样？是这样，三种任您挑选。好，弥补刚刚三折二，三选二，还是你有另外另有想法？一是这样，一是这样，二是这样，三是这样，三吗？第三种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刚刚第三种是这样吗？应该是吧。干嘛？还可以一个哦。不用客气哦。One more。哦，他满足了吗？好吗？竟然满足了。确定好，那下一个喽。那就笑笑了。你怎么满足了？没有公主像啊，好的，当年不一样的什么？来点什么不一样的？请说。返回。来点什么不一样的呢？嘟嘴三连拍，你要什么不支持？自拍感的还是什么？我决定即可。那个我也不知道什么，现在。一，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先就这样。好，三。很好，下面一位。阿和。开始练，好，这样是谁？忘记了。阿和，这东西都是用钢琴弹，钢琴对，还有吉他。
要什么要什么毕业好OK 再来是后三不会成双面了吧二十四好简单你刚才念了没关系啊刚才你手指爱心了 OK 很好我们还有四分钟完全不敢等一下我去看一下我印的东西真的印成双面我回来了啊都开播滴滴进来那是为什么呢一定是有人关播了看来是韩寒对不对一般都是韩寒结束后然后大家都会来我这边对呀、啊，是不是？小马超可爱，谢谢。哦，是猫猫啊，是猫猫，原来是猫猫啊！大家都现在，哎，大家现在还有谁来开啊？啊、哦，是猫猫，猜错了。爱猫吉轩。啊，他那么早就关了，是啊，上我了上我了，对我等一下要赶去了。KFC 又香又甜，放胆玩味，再两分钟，又清爽又甜蜜。啊、他改四点半，我以为他是五点半。好啦，这首歌播完就结束吧。啊。啊，这么晚播了，都在紫萱，很棒哦，蛮平凡，因为就是没办法。余生只为你，一把吉他和说不完的和弦。你是我最浪漫的梦里那洒满了星星的夜，决心就不再孤独。我发觉，我除了你以外，再也没人能划破这双眼。好了呀。可以敬请期待。好了，是时候。哎呀，快乐的时光就是过得这么愉快，是时候要让我们 say goodbye。大家拜拜。像是陌生人但多么熟悉继续闪转过你的眼睛让我继续说把你眼睛拜拜这份感情要相信见面怕是掉入雨后只想跟你开庭来做伴好大家拜拜